2022年9月1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迎嚟挂牌成立一周年，在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全新体制机制下，两地的科研、金融、文旅、医药等产业亦迎嚟了更多元的发展机遇。9月17日起，每晚7:30，一连10日，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领航深合区一周年特辑，将邀请深合区政企界代表同你一起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发展变化。